原来是我的余生。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我大圣哥哥就好。哦，那你是唱歌的是吗？应该看得见我唱歌。是的。那你是唱歌的，你知道我喜欢听什么歌吗？你要说呀，你不说我咋知道？我喜欢听大圣哥哥。你近看艺术生，远看美术生，原来是我的余生。天哪！好开心呀！我听。不要开玩笑，想听什么歌？我想点一首《父亲》送给我的爸爸，因为他每天赚钱都特别辛苦，他每个月也就只能赚个两三万块钱，我觉得他很辛苦。多少？两三万块钱。每个月赚两三万，对，哇，少吗？我觉得他很辛苦。哇塞，有好多人工资都赚上万了。多少钱一首呀？二十一首吗你？扫一下码吧，扫一下码，唱完再给吧。啊，可以。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，扫哪里？扫你心里吗？